什么声音？ 不知外面发生何事， 且出门一探。 师兄说过，此处从无外人，这些黑衣人是如何闯入的？ 你们受何人指使？ 竟敢擅自侠客道！ 无需废话。 岛上来了外人， 须得尽快去告诉师兄。 主人有命，格杀勿论。我已将其重伤，速速。你们休想！ 不错，还能活着到这里。
大哥，你们可打过瘾了。哟，叶大哥又说晚辈拜见。不错，我不是每个人都能与黑刀傅红雪。来吧，来吧。好了好了，不打了。不错，傅大侠，你年纪轻轻，我这儿有本事，晚辈定会请。叶大哥，行，走吧。此处曲径通幽，却不知是通往何处。我带你去见一位故人。故人，那一定又是一位十分厉害的大侠吧。故人一去多年，我已许久未同人谈起他了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和你一起见见他。燕大哥，好久不见。天涯有，这是昔日蔷薇剑影。我知道，师兄，我们不认，我不怕兄。我知道，江南，你去到江南。好。师兄，燕南飞。也是你的好友吗？是的，我初涉江湖之时，他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信念的人，也是第一个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入江湖生死为僵的人。少侠，请来殿前一叙。在他离去后，我又遇到过许多人，历经了许多爱和恨。若真孤星照命，叶某唯有以剑破之。我会做我应做之事。多情山色，有情江水，笑我归无处。我会用八个傀儡保护你，别怕。天上白玉京，十二楼五城，仙人扶我顶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。少侠，一路风尘，来喝口茶吧。
这位师兄不是你师兄、啊、不急，朕秦会之孔雀翎之事。此处人多了，江南的风景还是在高处看更为壮美，少侠来此处与我共赏如何？那人是……算了，还是先去前面找他聊聊吧。这位是青龙会，原来是蓝会有人告还请你师兄拜最大的酒。不急，极目远眺，经脉中似有细流涌动。奇怪，蓝师兄，蓝师兄大概已经走了，只能自己去找那个酒楼和赵姑娘了。前面有个神刀门的小师妹，过去问问。这位师妹，我当然从这里出。这，哦，向前。嗯，啊，好吧。这里竟然有只小猫，真可爱。先沿着这条路向前走走看吧，但愿那个小师妹没记错。正骨楼果然在这儿，不知婉儿姑娘在不在里面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前面怎么乱哄哄的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都起来，都起来！凭什么你说包就包啊？简直不讲！要么自己。几位是想在我大宋土地之上欺负我大宋的百姓？我们的辽国人，小姑娘，那我今日便领教一下各位的拳。姑娘小心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嘿，哎呀，你们还敢还手？看我大辽邦的实力，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我姓赵，杭二，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，要找麻烦就来找我，滚！哎呦，咱们做的都是小本买卖。无妨，此地破损的桌椅我来赔付。少侠，请随我来这边一叙。多谢少侠相助。赵婉儿，原来你就是劳烦姑娘。辽邦使宋辽这么复杂。好了，此地的江上。对了，少侠。若说青龙会与天风盟是天下至强的盟会，那孔雀翎便是天下至强的暗器。世间无人见过孔雀翎真容，因其一旦出手，剑者皆死，绝无幸免。当年公子羽道行逆施，重铸孔雀翎，炼成大悲斧，欲要血洗江湖之时，终被沈风鸣所败。原来关于孔，
少侠那边好，叫欧婉。好啊。参见姑娘。此地都许久，恕万死是官府之人。少侠，婉儿姑娘。方才那捕快对你毕恭毕敬，难道此地人多耳杂，我的事一会儿自会告知少侠。